大家好，我是囧叔。今天咱们终于可以把唐睿宗李旦的最后一集讲完了。先天二年，唐玄宗李隆基发动政变，通过杀死太平公主，清除其党羽，掌握大权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皇帝发动政变实在是个稀罕事儿。那么，玄宗为啥要发动政变？睿宗在政变前到底做了什么？容我慢慢道来。唐隆元年，李旦终于做了名副其实的皇帝。大唐皇帝的传承从中宗李显一支到了睿宗李旦这一支。这一年他48岁，年近半百，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太子。按照礼法，皇太子应该是嫡长子李宪，也就是咱们上期视频提到的李承器。但是朝中重臣多是靠政变上来的，自然支持老三李隆基。嫡长子反而没人支持，所以唐睿宗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。好在李宪和他的父亲很像，不贪权，要把太子之位让给三弟。他说了这么一句重要的话：国家安则先立长，国家危则先有功。太平年间立嫡长子，而国家动荡的非常之时，应该立有功劳的那个人。这就解决了李旦的顾虑，把李隆基立为了太子。李宪这一让保证了自己的平稳终老，还被玄宗追为让皇帝，死后过了一把皇帝瘾。不过我认为睿宗李旦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不是碍于宗族礼法，而是他对李隆基这个众望所归的太子有顾虑。上个视频咱们讲过，如今的李隆基不但有雄心，而且有实力，这样的一个皇嗣会耐心等着睿宗终老后再继位吗？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中生存下来的李旦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李旦对长子的谦让感到欣慰的同时，更多的是对他只求自保的失望。儿子不敢站出来，李旦就由妹妹太平公主来制约太子。于是大唐王朝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，只要遇到国家大事，睿宗往往不是跟宰相们商议，而是先跟公主探讨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上常与之图议大政，每入奏事，坐与衣食。每次太平公主入朝，睿宗都要跟她谈很长时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用公主辅政也不全是为了制衡太子。太平公主处理政务的能力和魄力比李旦要高几个段位。早在武则天时期，公主就经常和武则天密谋国家大事，被女皇视为知己。有这么厉害的助手，睿宗干脆就把政务摊派出去，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。宰相们每次向皇帝汇报朝政时，李旦都要问两件事。先问跟太平公主商量了吗？宰相说商量了。又问与三郎商量了吗？宰相又说也商量过了。三郎就是李隆基。这时李旦才会表示同意。如此一来，太平公主迅速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人，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对付太子李隆基。太平公主为啥要对付太子呢？就连武则天自己都说过，最像她的人就是太平。和母亲一样，公主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。唐高宗时，吐蕃派使者来求婚，点名要娶太平公主。武则天舍不得小女儿，又怕吐蕃因此跟大唐开战，就对外公布她已经出家为道士，道号太平，所以叫太平公主。16岁时，太平公主给自己选定了如意郎君，本来打算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结果她丈夫薛绍被牵扯到谋反案中，武则天也不顾公主正在孕期，毅然决然地把驸马给处死了。母亲的绝情和丈夫的死亡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太平公主擦干眼泪，帝国又一位女强人出现了。尽管在母亲的包办下，公主又嫁给了武攸暨，却不妨碍他包养男宠。他把莲花六郎张昌宗献给武则天，又在幕后参与了很多事情的策划和组织。
比如杀武则天男宠薛怀义和酷吏来俊臣。这之后的帝国政变背后几乎都有太平公主的参与，她的两个哥哥命运多舛，在战战兢兢中只求自保，而她仿佛才是李家衣钵的真正继承人。咱们先不说这个女人有没有想过做女皇，就说她利用自己的权势在朝中大量安插自己的党羽卖官鬻爵。比如在中宗朝，她把情人崔实安排为吏部侍郎，主管官员点选时大肆聚财。她广置家产，倒台后清算财产时被发现富可敌国，如果没有大权在握，眼前的这些都会付之东流。所以唐隆政变后，是他亲手把小皇帝拽下来，换上了自己的哥哥。他要在睿宗朝继续呼风唤雨，做李家男人们背后的实际控制者。李旦确实对他言听计从，但是有一个人他看走了眼。太平公主也许能料想到李隆基做太子，但他没有想到初出茅庐的李隆基能得到百官的一致支持。而做了太子之后，李隆基的势力与日俱增，不但会威胁到自己李家话事人的地位，甚至已经开始动自己的奶酪了。景云元年七月，李隆基被立为太子。八月份，姚崇、宋璟等人向皇帝上奏，要求改革吏治，废除歇封官，严格考察官员的选拔。什么叫歇封官呢？说简单点，就是花钱买官。那时候有权势的妃子和公主们写个字条，买官人就可以不经吏部考核直接上任了。在太平公主看来，改革不就是革我吗？姚崇、宋璟当时既是宰相又兼任太子的东宫官员，这背后显然有李隆基的支持。至此，从前京城合作的姑侄俩分道扬镳，太平公主要动手了。他先是通过各种手段在李隆基身边安插耳目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太子所有不当的行为，太平公主都会到睿宗那儿去打小报告。咱们讲唐肃宗时说过，李隆基刚刚成为太子不久，他的杨妃怀孕，这原本再正常不过了。然而李隆基却不得不在半夜偷偷地煎堕胎药，他担心被姑姑借题发挥，说他沉迷女色。除此之外，太平公主还派人散布流言，说当今太子不是嫡长子，不应该立。一时间，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纷纷，各种版本的宫廷密文在坊间流传。睿宗只好亲自颁布制书，警告朝野内外，不可随意非议皇室。流言没有奏效，太平公主干脆直接去忽悠宰相。她把宰相们邀约到宣政殿光范门，明目张胆地要求他们支持改立太子。宰相们不知所措，愣在当场。片刻之后，宋璟才出言制止：东宫有大功于天下，真宗庙社稷之主，公主奈何忽悠此意？这段时间，太平公主虽然咄咄逼人，李隆基被折磨得寝食难安，其实效果不大，因为立功而不立长这件事把睿宗李旦也烧上了。李旦是想让公主帮自己制衡太子，可绝不是要废除太子。从他给李隆基组建的豪华班底中可见其用心良苦。当时宋璟担任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姚崇担任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命这两个分管兵部和吏部的宰相同时兼任太子的左右庶子，还让张悦担任李隆基的太子侍读，张悦很快也升为宰相。这显然是在为将来太子接班做准备，可太平公主似乎没看透这一点，还是把炮口直接对准李隆基本人。在他的指示下，术士们向皇帝奏报说五日内必有疾兵入宫，暗示太子要谋反。景云二年二月，李旦把疾兵入宫的消息告诉大臣们，并且说让他们准备应对。张悦马上回答，这都是有人在诬陷太子，希望陛下让太子监国，
就是代管国政。姚崇也随声附和。睿宗的反应是啥呢？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就俩字儿：上悦，很高兴。看到皇帝欣然应允，宰相们又谋求扩大战果。姚崇宋璟向睿宗建议解除齐、薛二王的禁军兵权，让他们到东宫去辅佐太子，把宋王李宪调出京城做刺史，同时把太平公主迁出京城，安置到蒲州，也就是山西永济。这就是要加强太子的权威，睿宗居然全盘同意了。他用太平公主来制衡太子，可这段时间太平公主闹得实在太凶，也要适时的敲打一下了。公主还是小看了李隆基的能量，实际上也低估了李旦。他以为用流言恫吓就能把父子俩玩得团团转。这一局李隆基对太平公主逆转取胜，但事情马上又来了个180度的逆转。得知了睿宗的处理结果，太平公主直接找到李隆基，把他那个侄子臭骂了一顿。我也不知道公主是怎么骂人的，总之这位姑姑实在强悍，在强大的气场下，李隆基也怂了，只好说那都是姚崇宋璟他们的主意，我可没这么想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他还跑到睿宗那儿告发姚崇和宋璟离间他和太平公主、睿宗的关系。结果这两位背锅的宰相被贬出京城，把太平公主迁到蒲州、宋王调出京城的旨意一概作废。太平公主作为权谋老手，很快发现了己方的缺陷，她加快了与朝中大臣同盟的步伐，不少非太子党的人拜倒于她的裙摆之下，比如窦怀珍。咱们上个视频讲过这个人，中宗时窦怀珍还叫窦从一，他为了巴结韦后娶了韦后50岁的乳母，唐隆政变中为了自保，他把老婆的脑袋送给李旦，现在他又投靠了太平公主，并坚持每天到公主府打卡。景云二年，窦怀珍被升为宰相，成了太平公主最重要的助手。还有太平公主的情人崔实，这哥们儿啊，文采不错，长得还帅气，所以专走名媛路线，先是做了上官婉儿的情人，后来跟了太平公主，在中宗朝位列宰相，到了睿宗朝又被公主举荐列相，被评为唐代最强软饭王。岑毅、萧志忠这些前朝的宰相们也都被公主收入门下，实力大增的太平公主要向太子发动新一轮的挑战。景云三年七月，天空的西方画出了一道光芒，那是一颗彗星。现代人会对着天空许个愿，而在古代这是不凡的征兆。太平公主指使术士向睿宗进言，说天象出现了异动，要除旧布新，皇太子要登基了。睿宗还活着，太子怎么登基呢？这就是告诉睿宗，你儿子要抢班夺权了。万万没想到睿宗却说出这样一番话，传德必灾，武志绝矣，我决定了就传位给太子。景元三年九月，睿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和李隆基的推辞，当然这个推辞啊有做戏的成分，就真的把皇位传给了太子，自己升为太上皇。其实在禅位的前一年，他就已经向群臣提过这个想法，但是被群臣阻拦了。睿宗在登基的第二年就有明显的代政倾向，把繁杂的政务交出去，自己乐得清闲，这应该是禅位的主要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或许与太平公主有关，公主的羽翼逐渐丰满，而太子的支持者们却被陆续赶出朝堂。在李旦看来，天平已经向公主的一方倾斜，他要为儿子加个砝码。既然老天都说太子要登基了，那就就坡下驴呗。太平公主处心积虑，结果搞了个乌龙助攻，但是这个砝码不能加的太多，以防止天平倒向另一方。所以睿宗虽然退居太上皇，却仍然掌握着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，
朝中大事仍然由太上皇来裁夺。玄宗登基后，睿宗还把宰相班子重新洗了牌。《资治通鉴》说，当时七个宰相，五个人出自于太平公主的门下。我对照了下史料，这五个人应该是窦怀珍、崔实、岑毅、萧志忠、陆象先。前四个人都是公主的铁杆粉丝，陆象先也是公主举荐的，但他后来一直跟公主保持距离。另外两个宰相魏之谷曾任相王府属官，很可能是服从睿宗的，或者说是中立派，不过他后来倒向了玄宗。最后一个是刘幽求，他是唯一一个玄宗阵营的宰相。可惜不久之后，刘幽求就因为密谋暗杀太平公主的党羽，被睿宗给流放到岭南了。所以李隆基虽然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，大事却无法做主。李旦一边把李隆基扶上皇帝的宝座，另一边让太平公主权倾中枢。他就像一个修凳子腿的木匠，砍砍这根，修修那根，要保证自己能坐稳江山。可是睿宗的做法更激化了双方的矛盾。一旦睿宗驾崩，玄宗亲政，对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来说，无异于灭顶之灾。以前他们要另立太子，现在他们要废皇帝。公主的门下不但有宰相和文武官员，她的势力还渗透进了禁军内部。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、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人都参与了废帝的密谋。公主甚至打算安排宫女毒杀李隆基。如此看来，新皇帝环伺左右，竟然都是要除掉他的人。不过太平公主的密谋太过张扬，消息被轻易的泄露了。宰相魏之谷向玄宗告密，李隆基准备提前发动政变。那么说，李隆基的手里有可调动的军队吗？有啊，不要忘了，他也不是第一次组织政变了。三年前，李隆基靠策反禁军将领葛福顺、陈玄礼发动唐隆政变，从那时起，这俩人就是他的亲信。现在他虽然没有任命高级官员的权利，但不少中下级万骑和羽林军军官心向于他。皇帝造反实在是太方便了，因为压根不用攻打宫门，他自己就在宫内。先天二年七月，李隆基命令龙武将军王毛仲带着300多武装家丁，自己带着高力士等人从武德殿进入乾化门，在召见羽林大将军常元凯和李慈的同时将他们杀死，轻而易举地控制了羽林军。随后玄宗率领禁军在宫内寻找公主的党羽，将他们挨个杀死，其中包括宰相萧志忠和岑毅。窦怀珍慌忙逃窜，途中自缢而亡。太平公主听到消息后，知道大势已去，逃到山里找了个寺院藏匿。那么在政变时，睿宗在干啥呢？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睿宗恐宫中有变，欲乘天门，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。睿宗不敢在皇宫待着，他跑到乘天门，登上城楼，命令守备在此的南衙禁军保护自己。不久，玄宗带着骑兵来到乘天门，父子俩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，就这么大眼瞪小眼。睿宗身边还有一位需要咱们注意的人物，宰相郭元振。这个人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这时郭元振跟睿宗说，皇帝要对付的只是窦怀珍他们，无他。真的无他？鬼才相信。睿宗当然知道李隆基除了要诛杀太平公主的党羽外，还要夺权，可他现在能做的只有归政于皇帝，去颐养天年了。太平公主在寺里住了三天，知道自己无路可走，只好回到长安。尽管睿宗出面求情，还是被玄宗赐死于家中。至此，先天政变宣告成功，大唐王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那么咱们最后聊聊，在先天政变前，睿宗到底干了什么？他真的只是在这场孤侄斗法中作弊上官吗？
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了一件事，极为可疑。先天元年11月，上皇告遣皇帝巡边，就是睿宗命玄宗到边境去巡视，而玄宗却一拖再拖，最后也没去。就在不久前，李隆基和刘幽求秘密诛杀太平公主党羽的计划败露，双方已经进入到你死我活的斗争阶段。睿宗这时候把皇帝派出去巡边，想干啥呢？废帝。只要把玄宗支出都城，太上皇在宫内一纸诏书，玄宗只能坐等被废，是不是危言耸听？刚才啊，咱们特地提到了宰相郭元振，在先天政变后，张悦给郭元振写了一篇《兵部尚书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》，里面记录了很多新旧唐书和《资治通鉴》没记载的史实，其中有一句话很关键：会太平公主窦怀珍潜结兄党，谋废皇帝。睿宗犹豫不决，诸相皆阿谀顺旨，围攻廷争，不受诏。说太平公主窦怀珍向睿宗建议废帝，睿宗犹豫不决。可是后面又说，宰相们都顺旨，只有郭元振不受诏。也就是说，睿宗已经下诏要废帝了，可是因为郭元振反对，这事儿没成。为啥郭元振反对就不成呢？因为睿宗视为心腹的只有他。郭元振在武周和中宗时期长期担任戍边的将军，中宗曾想把他调回京城夺他兵权，郭元振拒不从命。可唐睿宗继位后，他却马上举家入朝，被睿宗任命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后来又改任兵部尚书，朔方到行军大总管，集相权、调兵权和指挥权于一身。他管理的朔方道有离京城最近的野战部队，战斗力远胜于禁军。我们可以设想，如果郭元振支持废帝，那么出京巡边的玄宗会被朔方军直接扣押，而废帝之后，这支朔方军也是睿宗手中的一张王牌，所以没有这个亲信支持，睿宗是不敢公然废帝的，他只能暗中支持太平公主的政变计划。郭公行状中还记录了一件事，李隆基在政变中率禁军杀向承天门，睿宗闻东宫兵至，将玉投于楼下，而郭元振则亲扶圣宫，敦劝乃止。李旦听说儿子来了，居然打算跳楼自杀，如果睿宗没有要废帝，自杀就说不通了。至于李旦废掉玄宗的原因，或许与玄宗和刘幽求谋划暗杀公主及其党羽有关。废掉皇帝，换上一个实力不强的太子，李旦或许还能继续在三角关系中维持平衡。可没有了太平公主，太上皇的权力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我们一直认为三让天下的李旦是一位清心寡欲、谦恭退让的皇帝，可登上皇位后享受过唯我独尊的滋味，谁又肯主动让出天下呢？可惜他没有算到最信任的郭元振倒向了玄宗，这使他的全盘计划付之一炬，自己也如高祖李渊一样被软禁于幽暗的深宫。三年之后，睿宗在百福殿病逝，被玄宗葬于气势恢宏的乔陵。一个史书不能记载的真相浮出水面，玄宗政变的对象是太平公主，更是睿宗李旦，孤之矛盾的背后其实是父子反目。好了，三期视频终于讲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